如果政教分离这个词在美国有任何意义的话，前天已经彻底的被纽约新上任的州长 Kathy Hochul 摧毁了。他在一个演讲里面以一个先知的姿态跟大家讲，如果你相信神的话，你就应该要打疫苗。I prayed a lot to God during this time. And you know what? God did answer our prayers. He made the smartest men and women, the scientists, the doctors, the researchers, he made them come up with a vaccine. That is from God to us. And we must say thank you, God. Thank you. And I wear my vaccinated necklace all the time to say I'm vaccinated. All of you. Yes, I know you're vaccinated.You're the smart ones, but you know there's people out there who aren't listening to God and what God wants. You know this. You know who they are. I need you to be my apostles. I need you to go out and talk about it and say, we owe this to each other. We love each other. Jesus taught us to love one another. And how do you show that love? But to care about each other enough to say, please get vaccinated because I love you. I want you to live. I want our kids to be safe when they're in schools. I want you to be safe when you go to a doctor's office or to a hospital and are treated by somebody. You don't want to get the virus from them. You're already sick or you wouldn't be there. We have to solve this, my friends. I need every one of you. I need you to let them know that this is how we can fight this pandemic, come back to normal, and then start talking about the real issues that we have to.没有错，他要你当他的使徒，他在跟耶稣一样在传福音，你们要乖乖的听话，耶稣这个样子说，神这个样子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去教会，如果说我很懒得出门的话，因为带两个小孩去教会真的有点痛苦，但是我也会在家里看直播。我没有每天读圣经，也不是每天都有感动，但是我读的时候没有一句话是在说我们应该要把 Dr. Fauci 当神，听他的，传他的福音。我出去的时候会带着十字架，很多基督徒都带着十字架，他带着的是他的 Vaccine Passport 的项链。他的神到底是什么？他的神不是基督教的神、犹太教的神、伊斯兰教的神，他的神就是 CDC、FDA、 Joe Biden， 他就是弥赛亚。你有机会当他的保罗，当他的彼得，出去找到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这个宗教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要的就是你完全的服从，你当他们的奴隶。他们拒绝相信科学，因为科学证明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没有变性人这个东西，或者婴儿也是人这些证据。这个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宗教，是一个多神论，一个利益集团的宗教。这个宗教里面有巫师，有献祭儿童，但是不用担心，不用被骗，神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基督徒不会被骗到。我是 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 上一集我讲到，每一个男人一生当中都要有一个可以奔驰的战场，一个必须击败的龙，还有一个必须保护的公主。我还少讲了一个，就是一个可以陪伴自己一生的独角兽。公主代表家人，可能是你的女儿啊，可能是你的儿子啊，不一定。但是独角兽是一个唯一。这里介绍一瓶独角兽的颜色 ，Color Code 0618， 名字叫做 Unicorn by Niji Nails。淡淡的紫色是所有 collection 里面卖最好的一瓶。淡紫色的渲染 iridescent， 让这个颜色不但适合成熟的女人，更适合年轻的女生。买一个送给自己当你的老公的独角兽，买一个送给你的老婆，送给你亲爱的独角兽。现在只要到 nijinails.com 付款的时候加上 promo code AINEWS10 AINEWS10 就可以享有 10% off。 根据弗利夏说的，这个真的是干得又快，品质好，而且没有很恶心的那些化学的味道。最主要的是他们使用的是目前最安全的 tan-free 的原料。女人买一个让自己变得更漂亮，男人买一个让自己耳根更清净，今天就去拥有自己的独角兽。好，回到我们的纽约州的州长，叫你当他的使徒。事实跟他们这些人说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要的只是要完全的控制，他们要控制的不是抵抗疫情。昨天弗利夏的新闻里面讲到，他们在纽约州开除了大量的医护人员，因为他们拒绝打疫苗。在一个疫情当中，疫情当中你要开除医护人员，然后在一个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你要公司开除员工，只因为他们不打疫苗。
有一个方法，拜登以及民主党政府从来没有做过的，而且是我认为绝对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拜登政府请川普跟 Mike Pence 一起 OK 相见一笑泯恩仇，不管自己的政治目的，撇去对彼此的偏见，为了美国，为了疫情，一起推行疫苗，绝对是一个合一，绝对比什么执行疫苗护照然后开除这个开除那个有效的多。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一整串讲的东西都是互相矛盾的。他们在告诉我们，医院现在大爆满，我们需要每一个医疗人员放下自己所有的偏见，全部都要一起上班抵抗这个疫情。但是如果你没有疫苗的话，你却要被开除。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打疫苗？哦，因为很多人要来打 booster shot。那为什么这些人要来打 booster shot？ 因为这个疫苗没有政府说的这么有效。那为什么这些医疗人员还要打疫苗？因为这个疫苗是史上最安全、最有效、最完美的疫苗，是神给的礼物。哈，你们这些人到底在说什么啊？你不用想这么多，这个疫苗非常的安全，安全到 FDA 都拒绝支持 booster shot， 而且还两个人离职了。FDA 拒绝 booster shot 就是因为这个疫苗很有用，所以不需要 booster shot。 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啊？现在还把神扯进来。你知道左派政府把神扯进来的时候都是为了什么吗？都是为了脱罪，都是为了自私，都是为了权力。什么古时候的东征十字军啊，什么圣战士啊，佛教的什么坤沙天门啊，每一个都是只希望人民完全的服从自己的政治方向。但是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了，就说我们是先知，是神告诉我们的，你们就乖乖听话就好了，照着我们的话做。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也是这个样子，日本的天草四郎也是这个样子，美国晚了好几年在这边装疯卖傻。真正的信仰是符合常识的，是符合事实的，是尊重而且包容的。这些人的行为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事实，不尊重也不包容，这些人就是假先知。 Dr. Fauci 每天都在改他的政策，改目标，他们想要做的就是彻底的压制人民，压迫人民。我们来看看澳洲的墨尔本发生了什么事。 Live now in Melbourne, this is what's happening.For our health in Melbourne, live now. They've separated the groups, firing tear gas. It just suddenly kicked off. There are hundreds of riot police now. The crowd is separated. Half have gone that way, the other half in there. Yep.Come out of the way. And we've just seen what has unfolded here, where riot police in an armored vehicle that they have not deployed till now in protest. In fact, I've covered protests here for years and haven't seen that. That was meant to be counter-terrorism, I believe. 对，你看到的没有错，这是反恐部队。这次的恐怖分子就是起来抗议的这些人。很明显，美国目前还不是这个样子。澳洲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澳洲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从一个民主共和的一个国家，因为一个对他们攻击其实没有很大的病毒，一瞬间靠着这个病毒统治着全国，变成一个极端的集权政府的最好例子。这次靠着新冠肺炎，他们成功的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了富裕国家，他们创造了You fit a criminal profile today. Yeah, no, normally people look down the nose at you a little bit when you wear high vis, but no, not like this, mate. It's pretty odd. So they're stopping anyone that obviously looks like a construction worker. By myself, going for a walk, trying to get back to work. So you're here for a lawful reason? Lawful reasons, always. The cops with the guns, just one of them looks at me, just sprints across the road, and they just drop me, all like five on top of me, just smash me.For no reason. So why'd they pull you out? Oh, just for being here, basically, yeah. Are you within your 10Ks? Yeah, I live in South Melbourne, I just walked here. My watch is still going, 4.2Ks. They cuffed me, and then five of them held onto me for no reason, and I just said, let me go, I'm doing nothing wrong. And they cut it off. Being profiled, because I'm wearing my tradie outfit, yeah.
这真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回来的时候。我之前在 PHC 有讲到一个最新的社会主义，叫做人格社会主义，还没有播，之后会播。现在这个是彻底的阶级化，促成阶级斗争。在澳洲被政府压制的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的种族，不是因为他们的性别或者是性取向，是他们的阶级。 COVID 促成的最直接的东西，就是把人彻底的分成掌权者以及被奴役者，高级的人跟低贱的人。你要完全的服从，不然你就会失去你所有的权利跟你的人生。那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生活恢复正常呢？就算你跟我不一样，你很乖，你有打疫苗，拿着非常值得骄傲的听话贴纸的疫苗护照，你会觉得都是因为我这个样子的人的错，就是因为我这个样子的人，你们才要一直戴口罩，我的气息可能会杀死你，可能会杀死你全家。那么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恢复正常呢？ Joe Biden 有答案。我们来看一下他边打因为太有效的疫苗，所以还继续打 booster shot 的现场。I think we get the vast majority, like is going on in some industries and some schools, 97-98%. I think we're got awful close. But I'm not the scientist. I think, but one thing for certain, a quarter of the country can't go unvaccinated and us not continue to have a problem.97-98% 的美国人打疫苗之后就可以 getting close to get back to normal， 这还不是 get back to normal 哦，就是97-98% 之后哦，是 getting close 哦。他说四分之一的人不能没打疫苗，他们之前告诉我们的数字是 70%， 只要有 70% 的人打了疫苗之后，我们就有一个 equilibrium， 就不用再担心了。这就跟他们说的15 days to slow the spread 一样，只要15天就可以打败这个病毒了。这些都是 CDC、FDA、WHO 告诉我们这些数字。然后现在这个数字是 98%， 还都只是快要了。就算到了 100%， 这个也不可能，除非你在北韩，也不可能回到正常，因为要开始打 booster shot。 你刚刚看到的那个老头子六个月前才刚打完所有的疫苗，两剂还是三剂，现在却要马上就要打 booster shot 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这个闹剧永远不会结束，要打到 200%、300%。 如果说你只打了一剂的话，他就会说哦，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打第二剂，大家都打了两剂了之后，就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打第三剂，就会变成跟以色列一样。目的就是要你完全的服从，因为是科学，科学是他们的信仰，科学是他们集权的理由。他们可以随便说那是什么病毒，有人看过那个病毒吗？我也没看过。他们可以随便说什么是病毒，什么是疫情，什么是反疫苗，什么是敌人。加拿大的 Alberta Chief Health Officer Dina Henshaw 出来解释说，什么叫做疫情，什么叫做疫情扩散。与其说是解释，还不如说是重新定义。So we do have that framework where schools, if they see that there are an increased number of children who are ill because of respiratory illness, again, or teachers or staff, they can work with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And in some ways that is adding an additional layer of protection, because if individuals choose to not get tested for COVID but are home with an illness, they're now counted in the list as being part of that outbreak. And so it's less dependent on needing a test to be a part of identifying where there is an issue. We are, as I mentioned, working with education to determine if there are any adjustments that need to be made to this framework. But there are no other settings right now, aside from continuing care and acute care, as locations where there's a significant risk of transmission and severe outcomes if there should be an outbreak. In those settings, we are ensuring that follow-up takes place to mitigate and to manage outbreaks. However, in schools, again, we are taking the approach that an illness that fits that definition, respiratory illness, is treated the same way, whether it's someone who's diagnosed with COVID or not.
and that additional measures can be put into place. 我记得前一阵子对于 COVID 的死亡数字还有就是传染数字灌水是一个阴谋论，你是不可以说出来的，这个是违法的，是会被 YouTube 会被 Google 会被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下架的，贴出来是会被中国大陆的认证的 fact check 公司来说你这个讯息是假的，这些数字你连怀疑都不可以，你怀疑的话你就是不注重人命，阴谋论。现在在加拿大公开的说，我们就是要这么做，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疫情的数字灌水，如果有人有 COVID 的病症，就算他检测出来是 negative 或者是没有去测试的话，他没有去上课或去上班，就算是新冠肺炎确诊。这个很扯的就是所有的病毒感染的症状几乎都跟 COVID 一样，发烧、吃不下饭、全身酸痛、咳嗽，如果你头痛的话，你待在家里的话，你就算是得 COVID。就是透过了18个月的夺权计划，他们终于可以站出来说，反正你们这些贱民也不能怎么样。这夸张到什么程度？当我们在讲到就是我们的权力正在被左派剥夺的时候，大家想的大部分就是什么言论自由啊，宗教自由的权利啊，持有枪支的权利啊，私有财产的权利，投票的权利，以上这些都处于一个危险状态。但是过去的一年半，左派几乎是势如破竹的夺取我们权力之后，他们先要夺取的是一个更基本的权利。他们也认为你们这些贱民能怎样？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包括 Virginia 的州的州长，在说父母没有权利养育自己的小孩。The parents had to write to veto bills, veto books, Glenn, not to be knowledge about it.Also take them off the shelves, and I'm not going to let parents come into schools and actually take books out and make their own decision. You vetoed it. So, yeah, I stopped the bill that I don't think parents should be telling schools what they should teach. Because, you know, I get really tired of everybody running down teachers. 是的，他是在说，父母没有资格教育他们的孩子，父母没有资格选择教育。等于说，就从五岁开始到十八岁，政府想教你的孩子什么就教你的孩子什么，再把大学算进去，再加上拜登在推那两年，就是三到二十六岁了。根据民主党的说法，你已经失去了这个权利，你的小孩是自由的。什么是自由？就是自由的跟随政府的意思。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认为说，啊，没关系啊，对不对？政教分离啊，那个纽约州的州长只是应该只是打个比喻而已。你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才会对基督教、对耶稣有特别的感觉。像我就觉得什么当使徒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啊，我很愿意去做啊。你想太多了啦，就是要去打疫苗嘛，对不对？对，纽约州长取代了神，或许并不是每一位观众都会有感觉的，但是他们现在要取代的是你。他们要夺取的是你的小孩，他们要你全家都变成国家机器，他们要当你们家的神，当你的主宰，当你生活的全部。他们要夺取你自由的方式就是告诉你说，政府会给你自由，政府会给你劳工的天堂，政府会让人人都开心，平等、自由、民主、解放，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书读，尽情的劳动为祖国效力。你要做的就是服从领袖，完成革命。你要做的就是把政府当成神来看。民主党要创造的就是共产主义乌托邦。感谢大家收看，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看留言吧。第一个，以前的人渣因为肤色给人分三六九等，现在的人渣用疫苗给人分三六九等，没打疫苗的人和狗不得入内。如果这些东西真通过了，那怎么办？真的会给生活造成很大不方便的。他就是要让你的生活变得越不方便越好，让你之后说啊，好，我干脆去打疫苗算了啦，然后怎样怎样。其实我觉得啦，很多人说什么受孕啊，然后会有什么，你会有超能力啊，你会不生病，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受孕，你打了之后你可以正常的生活，然后这个就是敌基督罪的。所以说受孕不会给你特别的什么优待啊，对，它只是让你当一个平常人而已。那
我们是很反对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自由是神赐的，不是任何人赐的，所以说我们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样子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定会反对这个疫苗到底。对，所以就是哪怕他真的就说哦，你不打这个疫苗，很多事情你不能做，他限制你的自由，我就是不打， yeah. 而且我要站出来说你们这样是不对的，你不能把我平常自由生活的门槛给我提高了。就是我本来我就可以什么都做，你现在告诉我说你必须要打了你才能做 ，no 就不要有这个东西。没错。好，来看这个第二条留言哈，这个朋友他说，勇敢的医务在新冠病毒严重时，他们站在最前线，他们选择自由和人权，他们不是狗熊。这一听感觉还蛮难过的哈，因为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全部都躲在家里，然后全部都在杀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没日没夜的去工作。对，这真的是一个令人非常非常生气的一个东西。我妈是护士，然后我妹也是护士，那个时候他们是不准休假的。如果说有人得病了，那些人他们就必须要顶他的同事的位置。像说一个护士是 135， 然后另外一个护士是 246， 他就是135上完了之后，然后246还要再上，等于说一整个礼拜六天就全部都在上班，一天12个小时，这是非常非常可怕、非常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要谢谢他们每一个医护人员，但是现在却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哦。如果真的他们真的在乎疫苗的话，如果他们真的在乎疫情的话，他们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是，这些就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被开除的这些人，所以是非常非常恶心的一个政治操作。嗯，再看下一个朋友哈，他跟我说，他说，民如不觉醒，认清邪恶势力的真相，必定会掉入他们减少世界人口的邪恶新世界次序，以实现乔治亚石碑10条记载的美丽邪恶杀人的谎言。你对这有什么看法？我觉得乔治亚石碑那个我也看过，嗯，这个石碑上面写什么，反正就是说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一串那个东西，然后这个洞可以连到那个星，然后这个洞可以连到什么什么，然后太阳升起怎样怎样怎样。我个人认为啦，嗯，这就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阴谋论，我觉得，嗯，我不觉得说这是有什么圣经的关联或是怎样的。哦，对，圣经的关联它是肯定没有的了。啊，或许他们真的是有人想要杀掉很多的人。美国那个素食主义的那个爱动物那个集团，嗯，PETA，哦，他就说要杀死人类啊，他就说要帮人类结扎，他就说要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阴谋论了，已经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要不要再去相信那个石碑，然后要不要一直因为一个阴谋论的这个东西为着他去打击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我觉得是要认清事实，不要被阴谋论控制啊，我觉得。好，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环节，还是依旧由神奇传播给我们大家提供的非常好看的精心制作的传福音的小动画片，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是弗利莎，我是伊森，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老王的朋友小李有事想请教老王，就约了老王在咖啡厅见面。老王，谢谢你抽出时间来碰面，实在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哎，老朋友了，别客气，有什么事请说。是这样的，那天看到你头也不回地退出了那个夜店俱乐部，我很羡慕你的勇气，之后也接受你的建议去了几趟教会。我是真的很想了解这个上帝的道理。那很好啊，不过我们家几代都是烧香拜拜的，拜的还不止一尊神明呢。家人们认为只要有信仰，最后反正都是殊途同归。可是你们说只有信耶稣才能进天国，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啊，我之前也纠结过，以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最近我才弄明白，我是真的错了。哦，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你看，从我们这儿没有任何一条公路能通罗马，更没有任何一艘游轮能够登陆月球，对吧？对呀，我们不少华人都误把形容词的成语殊途同归当成科学道理了呢。其实每个宗教信的都不一样，我简单的以佛教与基督教做个比较说明，希望你能够明白。好呀，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哦。好，首先基督教相信这个世界独有一位创造的主宰，时空物质的存在是有起点，而且现今这个世界最终会结束。而佛教却说没有这样子一个创造的主宰，并且这个世界是无始也无终。所以啊，这两种信仰在起源和终结上都绝对不同，摆明了两者没法同时都是对的。
哦，这样光从道理上来看，他们两个就互相抵触，不可能同时成立的呀。是啊，再说基督教是承认人必须靠救主耶稣所付出的代价才能由最终得救，而佛教却相信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积功德来自救，这说明这两者得救的途径不同。最后再讲到人死后的归宿，基督教讲天堂地狱，而佛教讲六道轮回。我相信我以后去的是天堂，如果是六道轮回，那就得去 recycle 了。你觉得你下辈子会变成什么呢？下辈子我这辈子最喜欢吃猪蹄膀了，如果按照因果报应，哎呦我的妈呀，我会不会变成一头猪啊？这是你说的。小李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信仰从起点路径到终点通通都不一样，那又怎么可能会殊途同归呢？哦，这个有道理，这个问题我就懂了，谢谢你。小李啊，你真是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